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出向我们走来的青年演员王星月。王星月的代表作品有《玉楼春》《公子倾城》《周生如故》等众多的知名影视作品。王星月呢，也因其俊朗的长相和扎实的演技，在古装爱情剧《周生如故》中崭露头角，从而备受关注。欢迎星月。欢迎我们几家影视公司的总裁以及制片人和导演，简单的采访两句。对，可以在我们的留言板上先签下您的名字。哎，刘步哥哥，想问一下，这次来横店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？来横店的感受可以简单说两句吗？